今天9月26日是孙俪36岁的生日，邓超微博发了9张截图。从1月到9月，每到9点26分就截个图。不仅如此，超哥也在9月26日9点26分发微博，孙俪老师生日快乐。有网友纷纷揭穿超哥，你是不是调了时间截的图？我不信超哥截了九个月的图，超哥太可爱了，小学生告白方式呀。也有网友觉得，就算不是每个月都截一次图，超哥也是有心了，能在今天发出九张截图也是早就准备好了。不管超哥是不是真的每月都截图，之前采访里的一段话也是令人感动。邓超说自己对9/26比较敏感，因为是孙俪的生日，如果正好看到这个时间就会截图发给孙俪。不过到目前超哥还是一个人庆生，孙俪没有在微博里回他，然后超哥又跑到孙俪的微博里发誓爱心，还是没被翻牌子。蒋欣也送出祝福，环环生日快乐，收到了孙俪你会的回应，谢谢华妃亮亮。也有不少粉丝认真为孙俪庆生，有人用甄嬛和影的剧照表白，丽丽生日快乐，愿天天开心，永远做孙哈哈。也有人自己画了孙俪为其庆生，亲爱的丽生日快乐，